家好，我是棒火。在座有人经历过20年前的主机时代吗？就是那个游戏人都存在卡带里，换一个卡带呢就可以前往不同世界冒险，那个兴奋感你们有人有体验过吗？今天这款游戏呢就可以带你怀念，一起回到那段梦幻的童年时光，它叫做棕色尘埃2。棕色尘埃2呢有手机游戏里面独一无二的卡带系统，它的游戏剧情也是一个别的故事所组成的，它跟一般你们遇到的那种现行的剧情故事比较不太一样一点点。在这个 3D 横行的手游市场里面啊，它特别推出了一个超豪华的 2D 世界，它里面的每一个物件都是手工绘画的，所以你的人物走在里面是很生动的啊。然后这一次呢，这个游戏厂商它就准备了60首的原创歌曲，然后每一个卡带都有不同的 BGM，他还有提供 OST 给你们，就如果你们很喜欢那个音乐的话，你们还可以下载下来。好了，说了那么多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玩这游戏吧。OK， 你们可以听到这边有没有听到音乐吗？我自己很期待他的故事剧情啊。来吧，我们就一起来玩我们第一个主线艾琳吧，第一个卡带。哎，这是卡带插入第一张嘛？哦，哎，这画面太精致了吧？那每一句话都有配音哦。哎，这画面太屌了吧？哎，调成直视玩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按按看哦。哎，啊啊！OK OK OK， 来吧，我们找商人吧，我们去找商人。なんだお前は、イライラさせる顔だな。厳しいなおさん。生气？Oh no！ 他暴走，脸上都弄青筋了。那每个剧情都有语音哎。哦，我要打架，我要打架。可以点击角色指定区域动作，运用卡森的击退攻击把敌人打退一格，击退。对，打退到这道。啊！啊！やりました！哟，这个动画，好可爱哦！小偷少女。好可爱哦、喔！倒霉蛋！他们怎么被光头了，傻小？啊哈！一次。哎，所以我自己打炸弹不会受伤哦，直接这样攻击就好了吧，这应该就赢了。一次。OK。これくらい大したことはないな。那小偷少女太烂了吧。私はおちびちゃんじゃなくて。荔枝内。だが、泥棒であることには変わりはない。最初は働こうって思った。来，我在工作吧，你那么可爱。哦，荔枝内 ，OK。你哭，你哭，野性女孩。そこのジャジャム。これ以上。そこもジャジャム。私が許さねえぞ。我这长得像狗屎的蠢家伙。私に向かってジャジャ馬だと。哦，所以这边有炸弹，我应该鼓励去推动炸弹，对不对？我方会依肖像的顺序先后攻击 ，OK。还有我到哪里？这里。我这样子先发哦，哇，屁股！発射！これくらい大したことはないな。いるなり焼くなり好きにしろ。要杀要干嘛？随便你。当我老婆吧。那，あれは炸弹人。ウイグル？我怎么那个骷髅头也有配音？要将卡尔跟荔枝内的交换位置。啊？蹴りをつけてやる。おこ！お！はあ？はあ？ね。私、ご迷惑になってないですよね。喂，哥也是伙伴。Wiggle，太可爱了吧！那每个角色都可以这样看一下。哦，不抽了，我可以抽想要的服装。哦，这边就可以招募伙伴了，无限抽，抽了可以一直抽，直到抽到想要的装备。OK， 无限抽，抽了在还没。确定最终结果之前可以一直重试哦，所以我可以抽到我想要的角色为止哦。
やっぱり創造の神様は私の味方なんだから。ルフォあ、怎么特效？幸せな夢を見せてあげる。え？私の魔法を見せてあげる。双蛋黄，对啊。我们看看能不能三蛋黄吧。哎，这是不是只要有心可以全部都是彩啊？它是无限抽嘛，对吧？无限抽可以一直抽吗？哎呀，哦，所以这个是那个它的抽卡 NPC， 你把布拉抽卡 NPC 想让人一直按吧？这个是抽卡动画，这个是抽卡动画。哎，聊天室怎么有你们？再一次吧，再一次吧。So perfect， 言葉は不要のマスターピースですわ。别的游戏抽卡动画在专注于我要怎么弄得很华丽，让玩家觉得他们抽我们是值得的。中上城还直接画一个人在那边抖奶，太天才了吧？哪个厂商会想到？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我觉得这还不满意，我觉得这还不满意。So perfect， so perfect。So perfect, so perfect, so perfect。 等一下，这只我喜欢，我喜欢它。再刷吧，刷到三彩加这一只，我会刷到死啦。我们再来，我们再来。So perfect, 你没有看到那个脚吗？你没有看到那个脚吗？感觉蛮好刷的，也是。哇！我的掉掉！哎呦，怎么办啊？我好想要刷到有为止，我想抽到再看到他的动画为止。我没出过这个，这是谁？啊！洁白死神 ，OK。哇，斗篷女其实很吸引我。我想一下，我刚刚有出现让我很喜欢的斗篷女、杀手娃娃，还有一个死神，那就刷到三只一起出啊！要刷到民国几年？怎么可能？等一下，这有我要的杀人娃娃，又有他的专属武器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やっぱり私の記憶とはちょっぴり違いますね。11年前の物語ですね。一緒にやっ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是艾琳在打游戏，在控制主角团，我们在控制艾琳，我们不是团长。我今天先玩到这里啊，等到那个什么正式不出的时候，我们再一起来玩啊。到时候我再把那个什么我喜欢的角色再抽出来来玩这游戏。哦，以上就这样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，拜拜。